观日月，不顾人间爱情，生死流离漂浮不定，大地未疆，山野未崩，笑问手中长剑，何日无风又浓，情有所终，奈何只因难逢，恩润佳偶天真。老红，你说什么你？妈呀！永盛镖局开的那张收据不见了。你放到哪儿去了？他开给我收据，我就揣在怀里了。哎呀，快再找找，再找找！哎呦，你想想，昨个晚上你是不是忘记了家里头？哎，这没有啊，我今儿早上出门，我还摸摸揣在怀里的。你该死啊你！这么重要的一张收据，你怎么可以把它弄丢了呢？哎，老爷，我确确实实是揣在怀里了嘛。哎呦，你把我害惨了，把我给害惨了。这趟镖要是在半路上出了一点什么差错，你叫我拿什么向永盛镖局去要回那颗夜明珠啊？哎呀，老爷，那盛老儿他是重信义的，我想他大概不会不承认呢。闭上你的嘴！他重信义。你以为他不会不承认啊？哼，到时候性命交关，他会承认？我信不过他。老红，你敢拿你的人头跟性命来担保吗？哎，老爷，这什么这？还不赶快到永盛镖局去，叫他们另开一张收据？哎，老爷，这属下怎么开口啊？怎么开口那是你自个儿的事。不管你用什么方法。用硬的也好，用软的也好，我只要再拿到一张收据就行了。哼！哎，老爷，老爷，哎，老爷，老总管，您还有什么见教？哎，盛老，上次我送这夜明珠来，您是不是忘了给我开个收据？这，胡说。收据明明给你了，是啊，是我亲手写的，亲手交给我老总管的。吴儿，英儿，不许无礼。师父，老总管，夜明珠的收据，碧局已经开给你了。没有啊，他要不然我何必又跑一趟呢？这，我们大伙都亲眼看着呢，是母小姐亲手交给您的，你自己不知道扔哪儿去了，反正赖我们。你大胆呐！哎，本总管在跟局主说话，哪有你插话的余地啊？你也不看看老总管是什么样的人？哎，就凭我老总管的身份地位，还能讹诈你们永盛镖局不成吗？哎，这个很难说呀。那颗夜明珠价值连城啊！哎，你老四，不许再说了。是。哎。我说盛老啊，您要是执意不开这个收据，那我呢是居人下，身不由己啊，那我只好到衙门去告你。好，你去啊，最好现就去。哼，我们这儿这么多人，难道怕你不成啊？哎，你可不要忘了，我家老爷以前是干什么的，只要在衙门里稍加打点呐。你们老总管，你要告状，我不拦你；你要去打点，也悉听政变，枉法严明，我就不信这世上没有公理，请便。盛老，
能不能帮帮我劳红的忙，这再开一张收据给我，我那张收据丢了。要是先兵后礼，前军后功啊，自个儿明明没有理，还挺横，掉了收据你反而倒打我们一耙。新郎子，哎，把我们永顺镖局当成什么了？要不是我师父在这里，我就狠狠揍你一顿。滚！文儿，不得无礼。师父，住口。是。老总管，收据丢了可以直说，不必仗官事来压圣母。圣母一生轻死重信，可以保证承认这趟镖，但却不能再开一张收据给你。是是，郑老，我老母给你跪下了。是就是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龙四镖三，在。送客。是。老总管，收一把。这些明珠是无德的不义之财，我看我们还是整整他。威尔，你是谁的徒弟？是师父的徒弟。好，准备各物，明天一早启程。是。总管，我怎么回去见我们老爷？老总管，请您留步。老大总管，您干嘛这么急急忙忙的？哎，我不认识你啊。这相逢何必曾相识，得能相见便是缘，这一回生二回不就熟了吗？老大总管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谈谈。哎呀，我没那功夫也没那心情啊。我要跟您谈的是失物招领啊。失物啊。嗯，怎么现在你有心情啊？哎，有，您有功夫了、啊、哎有。哎，什么失物招领啊？一张纸，上面写着字，哎，还画着牙。哎，纸上写什么字？哎，谁画的牙？这写的什么字吧？这好像是什么人收到了一颗什么珠？哎，夜明珠。没错，这至于这什么人画的牙嘛？这好像是什么镖局？哎，什么人来着？永盛镖局。哎呀，您怎么都知道啊？哎，一定是你捡到我这个收据了。老大总管，有什么话，难道都在这大门口聊吗？这么说，你们五府待人之道就是这个样子。哎，不，哎，你说我进来啊？哎，来，跟我进来，来，哎，请。来，跟我进来啊！老爷。哎，你请坐。哎，老爷，什么事？哎，老红。哎，那张收据你拿回来。哎，拿回来。没，不。哎，就是他。哎，
这位啊，就是我们老爷。名震淮河两岸，言氏大富商，无德吴老爷，久仰大名，如雷贯耳。今天能得一见，真是荣幸之至啊！不用客气了。听说你拾到了那张收据，不错。 在下拾到这张收据，不知道是不是吴老爷跟老总管要找的这一张。啊，是，这就是，一定是。哎，老爷，那收据上写的是什么人收到了一颗夜明珠，哎，还有什么镖局啊，什么人哎画过牙。那就错不了。哎，可是，吴老爷，您请过目，是不是这一张啊？啊，这就是这张。 这张收据是不是很重要？哎，这当然重要啊！既然很重要，我打那么老远的送了府上来，莫非就这么接过去了？啊，这……哦，我明白了。老洪，哎，有，赏他几两银子。哎，是。哎。 这是什么？先少。哎，吴老爷，您当我是来要小钱的，就值这么一点儿。那么，这颗夜明珠也就值这么一点钱吗？那你，我不敢狮子大开口。衡量吴老爷您的才势，10000两白银换取这张收据。 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啊！啊，10000两银子，这简直是在敲诈勒索嘛！随你吴老爷怎么说，我也是难民里的一份子，只要填饱肚子不挨饿，任凭你吴老爷骂我强盗也可以，土匪也可以，我都不在乎。哼，说你。 没那么便宜，我要把你送官修办。来人了，站！把他拿下。是，来，拿下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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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嘿，嘿！你还会武功？哈哈哈哈哈！庄稼把式能防身，不足为道。哈哈哈哈哈！好。 算计，不过那张收据是他丢的，这10000两银子你就去找他要。哎，老爷，吴老爷，老总管供您差遣，任您使唤，这么多年了，就算没有功劳吧，也该有苦劳啊。难道您就这么忍心呢？再说，没有了这一个收据。 那颗夜明珠，要是有什么差错，我就找你赔。哎，老爷，我就算你杀了他，也敌不过这颗夜明珠。这命是老总管的，可是这夜明珠，可是您吴大老爷的。咱们话就说到这儿。 10000两白银，一分不能少。明日黄昏时分，送到黄埔街去。咱们是一手交货，一手交银。愿不愿意，还请吴大老爷您三思而行。在下告辞。哎，哎，哎，哼，你该死你！哎，老爷，您别生气，小的还有锦囊妙计。 不但这10000两银子分文不少，还能把那收据拿回来。你还有什么要紧？老爷，您等着瞧。 老总管，哎，您来了。怎么，这箱子里可是10000两白银？
哎，是，您要不要看看啊？好嘞，打开。您要不要过过数目？不用了，只要凑够数就行了。哎，您放心，保证分文不少。吴老爷跟老总管都是聪明人，也都是有信用的。哎，您看看。哎，没错。哎，这么重的一箱银子，你抬得动啊？这个你用不着操心，我已经带了两个帮手来了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。走。大胆的狂徒，还不束手就擒？这么一箱银子，哪用得着这么多人呢？有劳官差了。其实，我早就带了两个帮手来了。还有同伙，哼，不错。拿下！是。哎，快走！快走！哎，快走！有劳二位，不必客气。我们已经等不及了。哎，那还等什么呢？我想帮你一阵。我也是。不用了，坏人由我做，你们快抬走吧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嗯，走。嗨，来，停！快走。你甭打了，现在你们可以把我带走了。把拿下！是。带走！走。哎，我王捕头，这箱银子一定得追回来啊！人已经抓住了，郎总管，你放心就是了。哎，谢了谢了。嘿嘿嘿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怕你小子不乖乖把银子送回来。你们俩先回府，我到衙门去看看啊。是。启禀大老爷，卑职押回勒索诈取本镇首富吴德白银10000两之冠器，请大人定夺。嗯，先把他押入大牢，明日升堂再审。是，押下去。是，走，慢点。大人，你也不问个青红皂白，就把我押入大牢，到了时候，你可别后悔哦。大胆！看你这一表人才，应该是实属打理之人才是，居然干起诈财勒索的事情。既然被捕，你就应该有悔悟之心，居然还在着我这儿嬉皮笑脸，一点羞耻之心都没有。大人，你的话差矣，我根本就没有诈财，我是以物换物，怎么能说是诈财呢？还敢狡辩，先把他拖下去，责打40大板。是，拖下去，走。大人，在下有要务在身，要是耽误了，你可担当得起吗？你说什么？我也不跟你说那么多，事关紧迫，给你样东西看看，你就明白。什么东西？不过，看了你可别大惊小怪。嗯。你说什么？拿出来看看。下官冯有才叩见。不用，吴府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，你不用管了。这不是老总管，后会有期。哎，大老爷，您怎么把他给放了？此人来头甚大，不要说是我了，就是副台大人见他的话，也要让他三分呢。哎呀，大老爷，那我们这箱银子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回去告诉你们老爷说，多做善事，不然的话，谁都担待不起。
哎，老爷，那我们这银子……哎呀，我已经没有判你诬告之罪，已经是网开一面了，还在这啰嗦什么？下去，下去。是。都有，都有。哎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冷文川，我现在突然心里有个感觉。什么感觉？人人都说为善最乐，我现在才感受到这个滋味。我也有同感。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你现在该信得过我们了吧？我们大可以把这箱银子弄走，来个远走高飞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不错。可是你们别忘了，那天上地下可就给二位多记上了一笔。如果这灾民之中多了几个驱死冤魂的话，那他们也不会饶过二位的。龙金空，你感情我们俩还落不着好？要落好那还不容易，得往以后看。老爷，哎，怎么样了？这收据要回来了。啊？哎，好，好，真有你的，老红啊！我没有用错人啊，你真是我的好总管啊，真有你的。哎，老五啊，嗯，那个10000两银子已经收进库房了吗？老爷，那10000两银子没有追回来。你说什么？那个10000两银子你没有追回来啊？是啊。那银子呢？银子就换了这个收据了。嗨，我是问你怎么会？哎，你没有到衙门里去报案，没有带着捕快去呀？哎，我报了案了，也带了不少的捕快去啊。那一定是那个小子的武功高强，捕快都没有抓到他人呢。哎呀，那小子也被逮住了，送到衙门去了。那怎么会那个10000两银子没有追回来呢？老爷，这那银子叫他同党给抬走了。什么？他还有同党？哎，那也不要紧了，只要抓住那个小子，不怕追不出他的同党。再说，就是把他那个小子拆了，也得把那个10000两银子给追回来。哎呀，老爷，这个道理我懂啊。可是老爷，这小子送进了衙门，没有转眼功夫又把他放了，他大摇大摆的出来，还冲着属下笑啊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既然抓住了那个小子，又把他给放了，哼！老黄，赶快替我备马，我要亲自到衙门里去问罪。哎，老爷，您不要去衙门了，我已经问过衙门里面人了，他们说这个人来头很大，不要说这小衙门，再大的衙门也办不了他。他来头大？哎，完了呀！老爷，哎，混账东西，我是用错了人了。啊，你真是害苦了我了，你害苦了我了，哎呦，老爷，你害苦了我了。
我真遇到鬼了！哎呦我的妈！我来这儿就是为那颗夜明珠，我怎么能舍弃？不行，我还得回去。 真是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都是这贪婪二字害的。师妹。 你去歇息吧。不，我要在这里。师妹，我一个人在这足够啊。不，这件事是整个镖局的事，我也是镖局的人，我怎么能置身事外呢？师妹，你去歇息，不能说是置身事外。万一有什么事情，你再敢来，不迟。师兄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绝不会。 一个人去歇息的。好吧。奇怪，夜明珠在哪儿？找了半天都找不到。师妹。谁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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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 刁三，你坐这儿干什么？刁三，你鬼鬼祟祟的，想干什么？刁三，你我什么？你还不快说！三镖头，你饶命！三镖头，哎呦我！刁三，你是不是想偷夜明珠？没有。说，没有。我看你找死！哎呀！哎，师兄。 有份。
对这类的奇珍异宝，我的兴致不比你低。嗯，这么说你是早来了。不错，等你把它找出来了，我再现身，那不是更好吗？哼，你倒好，想点现成的。分不分？不分。只要我一嚷嚷，咱们俩都落空了。哎，对龙君坑来说，咱们是一条道上的，对不对？就你们这个样，怎么能落得个好呢？我正打算往后看呢，谁知道你们偏偏不自爱。龙君坑，你，向兄，你别忘了，行善最乐。人生求的就是个心安理得。龙芳，你怎么说？夜明珠在你手里，我又没拿。龙大侠，我可以走了吗？懒姑娘，请便。这龙星空跟咱们是同道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向兄，这莫非你从小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？那从哪儿拿的东西，怎么不知道放回哪儿去？龙星，向兄，我仍尊敬你是一个英雄，也珍惜你我这份不寻常的交情。自认是被人割孔打穴治了噱头，可是现在看来，我恐怕是看书看累糊涂了。哎，你们把刁三儿带到书房来干什么？跪下！跪下！师傅，您问他。刁三儿，我喊我还不说实话。我龙儿，究竟怎么回事？师父，我跟师妹照您吩咐行事。刚才他在外面鬼鬼祟祟探头探脑，我跟师妹当场抓住他。小三儿，龙哥，你起来。你刚才想干什么？怎么弄？我刁三，局主平日待你不薄啊。我刁三，由于我年高体帅，永盛镖局的生意虽然大不如往昔，但是我自问没有亏待你们，你们没去理处。我变卖家当养着你们，也始终把你们当成一家人看待。钟镖头，你不要再说了，钟镖头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，我忘恩负义，钟镖头，我想偷那颗夜明珠，哎呀！你起来。
我为人做事一向是这样，我不为难你，可是永盛镖局容不下你，你走吧。走走走。师傅，爹，董镖头，刁三走留给您一句话：火焰山金大胡子要借您镖车。有这一句，他也算是报答我。爹，那金大奎，婴儿，咱们已经接下了这趟镖，就算是刀山油锅，咱们也得走这一趟。那咱们还是改期吧。不，绝不改期。哦，对，我们来记忆一下。啊。这件事情，总镖头。哦，总镖头啊，刚才刁三儿，把我拉起来说，这个火焰山的金大奎啊，要劫咱们的镖啊。局组已经知道了。哦。总镖头，我这打小算命啊，人家都说我命好，我是个福星啊。这趟镖有我同行的话，准能逢凶化吉。总镖头，你命好，你命好，也不会到局子来当趟子手。就冲着局子里已经闹翻天了，你还能蒙头大睡？你能做什么？滚出去！少镖头，滚！伟英儿，龙四，在，去。是，总镖头。师兄，你怎么老是对人这个样子呢？师妹，你看，对他们好有什么用？师父对他们如像子弟一样。你看，像刁三这样。哎，不见得人人都是刁三呢。何况是，好了好了，永盛镖局的生死存亡，明天早上一上路便见分晓，你们哪儿来的心情吵，哪儿来的心情争啊？哎，来来来，我就不行，我们还是记忆一下。龙四，哎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啊，总镖头，都准备好了。好，金儿，把夜明珠摆到镖车里。是，爹。这么个小珠子，干嘛用这么大个镖车呢？这么小一样东西，论说不应该用这么一辆大镖车。是，可是为了慎重起见，免得有所闪失。哦，师傅，您的意思是，保完了这台镖以后，我准备把镖局交给女儿跟徒弟了。哎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我也该风刀退矣。您是老四，把镖旗插上。哦，哎，小姐，你帮我吧。咱们走吧，走。哎，威武！哎，龙四，你现在喊什么镖趟子啊？啊，现在不能喊啊。出了城再喊。哦，走走走，请三位寨主，有请三位寨主。什么事？启禀大寨主，永盛镖局的镖车已经出城了。啊？怎么说？永盛镖局的镖车真的已经出城了？是。怎么不见刁三来报啊？
凡事我再收拾他，传令下去，准备下山。是。 一起来呀！可惜的是，他们瞒过了别人，却没瞒过你我。